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上面的数字你看得老起，你明鼠，天就去买彩票，哎，说不定就会中奖。二零，对对对，哎，来呀来呀，二零真的吗？哪里啊？二零看到没有？看到了看到了，二零，很好啊，走在路上简单是乌龟，这是要发财的节奏啊！今天的彩蛋啊，今天的 vlog 彩蛋，活的啊，活的活的，我们不吃，我们是肯定把它养起来的，肯定不会吃的。哦，这个乌龟还受过伤的，对啊，野生的，还被很多人打了压了那种。这个乌龟也是命大，遇到我们了，那懂我们哪里懂？每期都是什么意思？这个，然后你擦数字就会上来。哦，二六，到底是几码？什么还有数字是吧？如果有数字就是别人养的是吧？不是，有数字就遇着你哦，就中彩票是吧？哦，明天就把这个去买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耶，没啦，没事，好迷信啊。娘娃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上面的数字你看得起，你明天就去买彩票，说不定就会中奖。二零，对对对，来呀来呀，二零真的吗？哪里啊？二零看到没有？看到看到，二零，不是二零就是二六，反正不是零就是六。怂，我不报给你。不是二零就是二六，肯定会养。他动了，我养他是不是说我们猜错了？我养我贝贝。猜对了吗？猜对了，猜对了吗？对了，你就点头。我夹一下出来了。觉得很灵的，他现在在祈祷，好好呵护他。这是要发财的节奏了。然后昨天救的这只乌龟，它们身上有很多这个吸血虫，有很多吸血虫，上面还有一只很大的，这个边上有一只，这个边上有一只。昨天已经挑了几只出来了，因为它身上有个伤口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伤口吸引了很多吸血虫。我们在拯救这只乌龟，看那个大的没有，这个大的。因为水里面加了一些盐，所以这些虫都会跑出来。可怜的乌龟，幸好是遇到我们了。前天捡的那只乌龟，然后因为这只乌龟我们中了彩票。7000，我老婆中了一万。7000，一万，17000。然后这个乌龟身上有很多那种寄生虫，所以我现在先洗一下，把那个虫都洗掉。哇，这么好。这个乌龟有5年，因为这只乌龟让我们中了彩票，因为它背后泰国人他们很迷信，他们捡了乌龟之后，它背后会有那个数字。我之前录过视频的，然后那个数字上面显的是20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一张那个有20的彩票，然后就中了10000多株，然后给它换一个大房子。今天特地买了一个那个大箱子。好了，该来洗澡了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一片一片的都是的。你看这里，看这里看到吗？大概有几十只，我靠！看不到。哎呀，好多好多，乌龟好可怜啊！啊，打个光，看这里，看到没有？一片。靠，他大爷的！这里全部都是的。这我们之前用盐水泡过，没有泡下来。今天我说要用刷子，再用刷子把它全部都刷下来。这个。要不要上面蘸点盐什么的？要，把盐来洗，搞点盐来。赶快！你看我随便动了一下，就上面就沾了几只，然后水里还有，看这个。我们搞点盐是吧？把那个虫先搞下来，别搞到头里面去了。希望这样不会伤到它。我们要把那个虫全部都洗下来。掉下来很多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黑点点全部都是的，看到。所以这只乌，我们拯救了这只乌龟，所以它让我们中了彩票，所以我们要对它好一点。看到没有？这个上面全部都是这个虫子，天哪，这只乌龟好可怜啊！我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好。撒了盐之后，它上面都跑出来了。
能刷一两百只了，我要赶紧刷了，不录了不录了，赶紧刷了。好，现在杯上面刷的差不多了，你看这个里面黑的全部都是，哇，大几十只是有的，我浑身起鸡皮疙瘩，汗毛都竖起来了。然后现在我又把它翻过来，这个盐怎么搞的？这是我们不是办法的办法。好啊，哇，这个龟好大呀，我一个手抓不了它。兄弟，忍一下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再来，往了，身体里面在爬。哇，成片的，天哪！看这里，一坨，估计上面有一个公的，一个母的，这是全部他们生的小的。几几个？别咬我啊，兄弟！你看到大的没有？我刚才看到两只大的，但这个乌龟好重啊！兄弟，你怎么这么重？哎，看它脚里面全部都是。哎，脖子里面很多，脖子里面。嗯。好可怜、啊。对，这样不好刷，这不好刷。刷。它把头伸到里面，没办法刷。耗水。这水要换吧，要不要换？先把能搞的搞下来。没有，好了，就这样停一下，等一下再站，等一下再来。洗了半个小时之后了，基本上已经没有了。然后现在身上可能还有一些盐分，我们现在用清水稍微泡一下，把这边拿出来，其实还可以看到一些啊。还有个别，刚一洗了好多出来。我现在把它油一下，稍微。窗外满地片片寒花，一瞬间。头上还有，看头上面，有一只，看头上面，哎，维度还缩进去了。这是猪肝，这个是空心菜，还要几个活的，很傻呀。看一下这个乌龟，它吃的是这个猪肝啊，新鲜的猪肝。哎呦，sorry。这个乌龟如果养不好的话，我们就会把它泡死。乌龟再继续养，给你们还是一条生命。我们最好。